餐费券看到无法走零，买东西的时候大家得要精打细算一下，业者帮你想好了，那么就是去整为零。那么看到有日系百货公司针对餐费券的面额，像是呢500、1000还有3000的组合，直接去掉零头省得麻烦，甚至也有抹茶饮品的业者、炸鸡店的业者，也针对餐费券的最小面额200块推出了任选组合套餐。香喷喷炸鸡刚起锅，酥脆表皮冒出热腾腾白烟，连锁炸鸡店抢搭三倍券优惠，原先没打折的餐点玩组合系列，整数一口价要让振兴更有感。炸鸡好吃，要买要快哦。炸鸡、杏鲍菇、水果茶还是鱿鱼甜不辣酸梅汤，搭配三倍券面额，怎么搭都只要200元，原价最高250，等于饮料让你免费喝。我们有那个黄绿红三个自由选可以选，对啊，最高可以省50块。的证据，然后不用找钱，还蛮方便的、啊。就我会觉得我不用带现金出门，直接拿券，至少你可以不用就是在找零啊，或是怎么样。抹茶粉现点现刷，加入鲜奶、黑糖蜜还有黄豆粉，形成吸睛渐层色。饮料搭配蛋糕卷，单点晋升组合系列，省去零头200块，对应三倍券最小面额。配三倍券的面额，有业者推出振兴优惠专区，从3000块、1000块到500元的组合，通通去零头整数，可以一口气带走。有点诱惑，那个价位就便宜很多啊。振兴专区琳琅满目，日系百货也出整数招，锁定三倍券各类面额500，让你买到原价800元的冷冻除螨组，面膜要价1000，算下来省了500块，让原本令民众头痛的不找零晋升化整优惠，动脑筋推组合抢振兴先机。记者林汉廷、曾允馨采访报道。